你还在干什么？白竹吗？你还亲着白竹啊？我是开玩笑的吗？但是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呀。我没开玩笑，你不是说你妈有雷柱吗？我是白竹。那么俺妈雷柱耽误你在这住了吗？不耽误，我就是不太想和你妈谈一些事儿而已。俺妈雷柱只是偶尔做做饭，她也没有说要跟你谈什么事儿啊。你不用不承认了，我都知道她想谈什么事儿。我感觉你想的有点多啊。你为什么老是不承认呢？不是你自己说说，你跟着陆成那个院子的时候，那么多活得干，你爸妈没一个来帮忙的吧？现在就算有来，租两天给你做饭，而且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来给你做饭，你觉得我信吗？发现你这个人哈，挺容易胡思乱想的，真的，这是你一个毛病。现在是农村农忙最忙的时候，他们天天在家干活儿种地，哪有空来帮我干？现在这好不容易干完了，寻思是吧，来帮我煮煮饭，分担一下，然后仅仅是来租一下，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？绝对不是。你那先别办了，这样呢就是先着想，谈谈心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误会，就几句话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住。你指哪方面？哎呦，行，那我这谈谈心嘛，说话。那么俺妈来，你就这么不欢迎？这是你的家，轮不到我欢不欢迎。那就是了，那你为什么要走呢？我就想咱闺蜜去耍耍，来谈谈心，怎么了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找我合适的理由行不行？让我幸福的理由行不行？啥话都不会啥话。反正实话已经说了，信不信于你。更何况我现在和那爸妈也没什么有聊的，我这家待着干什么，怪尴尬的。他们人是农忙完了，第一个来看看我，正好你也在这儿，是吧？跟你聊聊家常，这个无可厚非啊。我跟他们现在能聊的是至于事吗？至于结婚这个事儿啊，我不想聊。但是聊聊有啥问题了？现在不是你想不想结婚的问题，是我不想聊这个的问题。你直接都说了，结婚拿不出那么高的彩礼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把钱都花那个院子上了，光盖着一下就花了40000多，还不是你买的那些。我花多少钱？跟俺妈来找你聊聊天有关系吗？有很自责的关系。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？就算有关系，是吧？那你把你的想法说说，给他听听呀。那又怎么了？我的想法我之前一点都跟你说了，你没觉得？这之前也聊过了，那么你现在不是有创业吗？那就创呗，挣钱挣够了再结婚。你不管我花多少钱，我肯定是为了挣钱。什么？那关键是我现在年龄也在这摆着，俺爸妈想赶紧把这俩人，如果说合适，就赶紧把婚事定定。你老拖着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呀。我就想要个态度，也没家。你就想要个态度？哎呦妈呀！你也有点太口是心非了吧？我感觉你别拉那个脸呢，好事商量商量嘛。你说你能真上那闺蜜，那他俩又来了，你说这弄得多尴尬，好像是不能见人似的。能不能见人？别撒谎好啊！我都忍着不撒谎，你一天到晚那么多火药子。你什么好撒谎的？给你个鸡蛋吃。拿住，我给你扒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婚礼。是吧？那么安排全听你的，花多少钱咱就出去花，不行没钱你就出资，一定听你安排，行不行？我都说了，你什么切不切的都不是重点，我就想要个态度。那家雷人可好了，一上来就跟我讨价还价，根本就没商量的余地啊！上来就开始，不行，没有。那你有那么多彩礼？我可以不用那么多彩礼，我只是想要个态度。那给，没那么多钱嘛。那遇到是给多少嘛？那这态度行吗？一切花月日上就没一切结婚，反正得我印印，我印印就好了。你看我一说，我说没钱吧，你一说，你让我都不知道哪么说了。你不是想要个态度，然后态度给你了，你要10万、10000万也给你，但是没那么多钱呢，这态度满意吗？那家的态度就嬉皮笑脸的是吧？俺家那个态度就是可以给嘛，你有多少给多少，但没那么多钱，不行先打个欠条，以后慢慢还。行吧，这态度满意吧？我背走了。
是吧？有人给咱蒸饭吃，多幸福。你们不是都说想不明白我到底看上他哪儿了吗？刚才看到了吧？会说，长了一张巧嘴。每次到这个事态变得严重的时候，觉得我是好像真的不乐意了的时候，就开始发挥他那张巧嘴的作用了，会哄人，会画大饼。我相信所有的女人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容易心软。虽然说心里知道他这个人会哄人，但是他刚才跟我说结婚的时候会达到我的满意，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婚礼，心里觉得还是想去相信一下，因为应该没有人会拿这个开玩笑吧。其实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个很自信的人，这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年纪越来越大吧，然后他就经常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的，所以我就挺不自信的。再加上我家里结婚的话也拿不出什么陪嫁来，不像别的条件好的家庭，人家嫁女儿可能会配送辆车，或者是帮忙买房子的话帮忙出点钱，然后我这边就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挺不自信的。